好的，今天我们来继续玩这个新模式啊，万境觉醒。然后现在用的是米莱迪啊，双方都是米莱迪啊。十个米莱迪大战的话，然后我关这边一开始有一个人掉线啊，然后这就不好打，四打五的话，是吧？很尴尬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路对战那种激烈的画面啊，简直是太刺激了。